总共换了两包巧克力、两瓶养乐多、四条麦吐司和一包海苔。一件有趣又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电池回收。我们要去哪里换呢？去 Seven 好不好？不太好，去全家比较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全家给的回馈金比较多。哇，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换到更多的零食了。嗯，没错，这是我们累积一年的电池哦。我们等一下就要拿去全家换了。回馈金比较高，那是多少呀？是0.5公斤10元，1公斤20元哦。哇，那我们有6公斤，总共就可以换到120元了耶。嗯，没错，太好了。麻烦我们要做电池回收。打不开，就把它撕开就好了。没有，我想吃。